国乐正妹开咖啡厅，亲近粉丝零距离。欢迎光临仆送咖啡。哇，这么多女仆正妹，个个有着修长美腿，头上还绑着可爱的蝴蝶结，走路就像在走秀，实在是超吸睛。看看这两位男客人，应该早就被女仆的魅力征服了吧。其实这些女仆正妹大有来头，她们可是号称地球上最美的无双乐团，每个都是专长国乐的大学正妹。无双乐团出道3年多，目前成员已增加到45人。1月底，他们把位于永和的团练室改造为咖啡厅无双春丽总部。美女团员化身为服务员，为消费者煮咖啡点餐，果然虏获粉丝的心。男性顾客对美女服务都相当满意，主要是他这边空间很宽敞，然后用餐环境不错，餐点也蛮好吃的，对，然后重点是还可以跟无双看到无双的他们的表演。虽然主打美女牌，但煮起咖啡可丝毫都不马虎。磨咖啡豆的那什么小小步骤，一些小程序啊，然后到打奶泡，其实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蛮困难的，因为每一项你都要做到老师眼中的90分、100分，非常的难。如果来我们木头咖啡的话，就是可以就是更认识团员，然后多跟我们接触。对啊，而且这样子零距离啊，其实我们可以跟粉丝当变成好朋友，那这样大家以后就可以常常来咖啡厅玩啊，然后朋友们一起聊天这样子。除了咖啡简餐，当然也少不了招牌国乐表演。店内还有真人版1:1海报和团员的个人 menu。木松咖啡里面有我们个人化的商品，有1:1的海报和个人的 menu 哦，欢迎你们来玩哦。这家咖啡厅未来还会推出个人化的周边商品，让粉丝可以尽情收藏。无双春丽总部每周5、6日都有小型表演，也欢迎其他表演团体发表。欢迎光临木松咖啡。动新闻新北市报道。